伊代，我有代志找你，朋友伫个公园见面。是讲你约我来这有啥物代志啊？不是你约我的吗？我约你，我无啊。你完走吧。我不要紧，这人到底想要创啥？根本是一个人骗来遮的。我帮我拢讲啦，我甲伊等真正是清白，我是去人设计。我无想要继续吞论啊，你出去。小仙已经告别伊啊，你也当放心嘛。听讲这个人是昏倒在路边，已经昏迷过六天啊。我拄才甲恁讲，别人查不出伊的身份，然后内心有需要医疗费用，还是其他其他的帮助？唔免啦，我请你放心。查理，你是不敢管校务的工课，交代给柯小仙。咱是一家人，唔管什么人来花校吧，拢有优点甲缺点。你妈让你回来，就是对你够期待。你是唔通个乌爸母，让你妈失望。我无想要欺骗妈妈，无想要欺骗阿妈，无想要欺骗小阿姨，甚至无想要欺骗学校老师甲同学。等我等三天，若是三天以后，咱无得把身体换回来，我得把真相甲妈妈阿哥阿妈讲。伊代，我有代志找你，朋友伫个公园见面。是讲你约我来这有啥物代志啊？不是你约我的吗？我约你，我无啊。你完走吧。我不要紧，这人到底想要创啥？根本是一个人骗来遮的。哦，你这条在金光闪闪的，是咩？是啦，你又啥？这条金花链，敢你送给阮爷帮的？嗯，是嘞，是我送的，无唔对。我嘛知影你对阮爷帮斗相共真济，啊，不过那是要谈感情、讲未来，其实唔是安尼简单。应该讲我拢讲啦，我甲伊等真正是清白，我是去人设计，我无想要继续吞论啊，你出去。小仙已经告别伊啊，你也当放心嘛。听讲这个人是昏倒在路边，已经昏迷过六天啊。我拄才甲恁讲，别人查不出伊的身份，然后内心有需要医疗费用，还是其他其他的帮助？唔免啦，我请你放心。查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。